欧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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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欧巴。我们在这里约了一个画家，是在地非常有名的，嗨，现在已经回来了，欢迎欢迎，马丁。马丁，马丁先生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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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丁，这个老街多长啊？全长600公尺，600公尺。那我们说那个老街的那个距离是用那个南北门的土地公庙啊，这里是南门啊，对，这里是南门。那特别的地方是说，你看这个南门，其实土地公庙的位置，都在这路中，你看哦，路中哎，是安怎？为啥在路中？你若去北门，你就知影两个小队啊。我家的时阵是河港嘛，做生意叫商号嘛。是，这是要守住财源。对，伫台南嘛是有啊，有顶土地公甲下土地公，就是同款，拢是一个保护安尼。啊，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基本的样子。啊，它你看它就是所有建筑是朝着东面，因为这边是港。对，澳洲港。以前里面的店家是卖什么东西？家用做的杂货买卖的。那这个砖块的建筑是比较闽南式的嘛？哈，这是那个日据时代的建的啦。啊，都是融一些哈闽南的跟一些对那个时代闽式骑楼啦，但当然就有一点点那个是那个巴洛克式东西出来，日本时候流行的西洋的东西。还有就是会用一些彩瓷装饰的。啊，这中门，中门，阮叫啊福清门啦。你较早这规条街拢是每条路。对，这福清门。然后，但是迄个李龙村哈，他有写到所谓鬼柱，你底下咧生，底龙在生来生去嘛。是。小时候玩啊，玩的时候在鬼柱，鬼柱就是讲这种，他讲的形容鬼柱是不是叫鬼柱？可能是这。这种柱子柱啊。我建球应该就是伫遮吼躲猫猫啦，然后躲在柱子里面，就是到处去找人这样子。鬼柱。对。阮家嘛有南北意识啊，才600公尺就分那么清楚啊？是啊是啊，那半个囡仔较袂走，南门啊，南囡仔嘛。啊，但是平个囡仔较歹，安尼。哦，南门也歹。啊，我们来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这讲来讲是，南门够。但是，半门甲南门是安那分？一个妈祖经为界。哦，妈祖经啊，迄边啊，这边啊。对。我即马知啊，你也是阿公。南边个较歹，狗叫较唔歹着咧，咱拢无。这人个，啊，我的头城嘛做建构啊，这就是天王宫老街中的中间点，是。我今天早上在那个李荣村文学馆那个地方有念到嘛做。樱桃井有两只酒塞，对啊，酒塞你家不是家是吧？对，这边立面很特别，就原来的样子，保留原来的样子。哦，这是清朝的时候，对，是最早最原来的，其他都有改建过了。这两家一定都徛在面顶安尼，对啊，啊你说你做阿排队啊，阿排队啊，我这带一个不好光滑。一定有其中一个叫马丁的。我们最近啊，我们在叫生球山。最近这样哈，没有来这边骑过就长不大了。是啊，这样哈，妈祖经前的头先进来共同记忆中心。对，是啊，那读了那篇文章，再来触摸这个石狮子，那个感觉特别有温度。然后看到这些小朋友坐在这边的腰骨上、脊椎上，李荣村形容说一直折腾他。可是我觉得他应该会很开心，有那么多的小朋友因为其他的背而长大。其实这里就是那个老街的中心点嘛，前面那个台楼就是一个斜坡。就是原来的已经残嘛，对，他这住家改是跟海边啊是拢残，哦，那就往下了哈。对，然后呢，那个稻田以前就是原来的旧河道，哦，对，然后淤积之后，然后变成稻田，然后后来才盖房子，
是，对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是码头，因为要到对面的那个村子要坐船过去。对面的村子跟这边的就隔着一条河，一条河流。哎、欸，阿、啊、你有围图是你拢把这想象图都画上去是吗？我嘛围一边，这蛮有意思。我嘛就是一个想象的娃，一个想象的一个城，早晨早晨，百年前把它复原，是用透过图像把它画出来。哦，很过瘾。那你最近想要画什么？我有一个在做的，就是利用很多文献的想象，把它建构原来旧的河港的样子，就是过去的头城的清明上河图。对对对，这样子画出来就是有意思。哎，这个就好玩，是需要了这个东西，清明上河图是。嘉盛老街中段啦，这边有一个新长兴书记节，就是圣诞的搞造个，哎，来看门哇，门啊，来看下真水。是是是。这个立面这个很特别，就是那个对联，它是用那个香用刊上去的哦，长形，我用不同的木头，然后对对对，它不同材质的木头，长楚肉，长楚乐，鲜鱼人，然后就是这些彩瓷啊，这是原来的，哇，这把所有门牌都留下来，哎，哦，连日本时期的都留下来了，哦，顶头迄老公店门还开呢。啊、是哈、哦，那这个是门是干嘛用的？仓是讲个吊米，吊米干嘛？应该叫柱子一个吊来啦，吊玉米。哎，那是一个仓库的。哎，但是这个仓库以前就做这么漂亮也很少，漂亮的吗？就很简单。对呀、啊，做的这么漂亮很少，豪华的。哦，啊，你以前其实是较精致的物件。哎呦呦。那你刚来到北门啊，的土地公，是是是，这是我细汉生活的所在。哦，你北门囡仔就是讲你自己大汉的。对啊，十三行后边行啊，底个囡仔。这边就是北门土地公福德祠，福德祠土地公老街的最北端。是是是。欸、所以今天很棒哎，我们就从。南门，然后就走老街的这一端到那一端，然后见识一个还没有很热闹起来的时候就安静下来的一个老街，就是冻结了，就冻结了，时光冻结的一个地方。然后也是没有什么人啊，人都还在生活中。是，对。然后看到路上有人拜拜，然后有阿嬷在旁边，就是看着街人就这样走来走去。